到韩国机场了，现在不知道是怎样，都没有什么人，然后跟我阿姨还有她的儿子跟女儿，还有我妈，我另外一个阿姨的儿子跟女儿，这里是三个家庭一起来。开开，他们好看电视，嗨。韩国现在零下5度，超冷，我鼻子都已经红了。哎，我先看一下。我妹妹妆很浓哈，然后我弟跟我妈妈都好爱逛 Innisfree，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来台湾，来韩国还要逛 Innisfree， 台湾不就有了吗？7000元韩币的真奶。一直抱怨它好不好喝，然后还是把它喝完的。7000块的真奶，你觉得怎样？它的珍珠很难吃。你觉得？去 Costco 买厚奶茶。这一份，忘记了，5000，多少钱？150。150，可接受，赞，好吃。你那哥哥要被丢掉，哥哥就没有，要被丢掉吗？你要丢到这里。你看妈妈不要你，妈妈不要你，妈妈走了，妈妈走了。那你要乖乖，那你不能哭，你先不要哭。这是我坐过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捷运，就是你完全看不懂。我们现在到梨花你。梨花女子哦，好难念，梨花女子大学，梨大。爸爸出游。小心车子。瓦斯工人。这是我弟弟的那个车子，然后现在梨花大学没有那个了，没有电梯，然后那么长的楼梯，有点远呢。我成功了，我以为我差点死在梨花，变成梨花校园的女鬼。大家看看妆，那么长。看小孩真的 very tired。 小孩好，来凯凯，好，凯凯，现在在景福宫，然后换上这个韩服，但是原本我想要穿女装，然后但是我觉得有点太夸张，但来到这边看很多人发现啊，怎么可以没穿女装呢？所以我决定要跟我妹换，等一下我们到结束的时候我要跟我妹换上裙子。披着就好，不用披着，不会冷呐、啊，都会冷，它会冷的。穿这个韩服来景福宫是不用钱的，然后如果你没有穿这个衣服来是要花3000块韩币，也是90块台币，所以他们现在我妈他们没有穿，他们去买票，他们排非常非常久，不然我们就直接进来啦，对不对？
我穿女装，大家在街上都会不敢看我，因为他们的文化应该是说，男生不应该长这样，你懂吗？你说长你这样的长胡子，不是的，我说他们男生没有很开放，像我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又不太敢看我，他们觉得太夸张了。像到韩国那个换女装的地方，你看这附近，就是很女生中心。哎，你等下上课要等我一下，我还找我的顺化课本还没找到。等一下啦，还没啦。对啦，哎，你去，好丑哦，为什么？你说你穿的裙子会太低了啦，不能穿太低，要穿高一点呐。Oh my god， 所以韩服比较漂亮。对啊，这样子。等一下，不是你的衣服这边。他一直笑你，他一直笑你。哥哥好漂亮哦。欧巴，三郎也要。长大了，以后大学，妈妈就不会在身边喽。未来事情都要靠自己哈。胸部怎么那么小？啊？文子，我等你。